赛天，更需要天上雨。虽然如今不得一个形势怎样，也毋过我伫咧想，上苍要又开眼伫咧看，相信情哥平安无事。想讲情哥竟然形影不见，如今来我家中又无事情吗？老弟啊，吼、哦，我听你安尼讲哦，我就足放心啦。人想较开个啦，我知影你这个人吼、哦，足求上进个。搁再讲，我看你逐工伫咧读册。我嘛甲你探听咧，现拄时哦，三五年一考要到啦，我想讲哦，要甲你做伴，来去行啥个所在，忙得去挂挂一考做啦。你从往都行啥物关？嘿啊，为了公平正义，你讲嘛是有道理。人伫咧讲白底高老板，长衫开，希望从今以后把你长衫我是一点乱，来当赛条为官。到时阵，情哥若想性命存在，伊若倒转来看到我彩条围观，一观半一颗做，伊嘛替我欢喜到毋死。嘿啊，我嘛甘愿如此。人讲啊，食一苦中苦，富贵人上人啊。万一中间，伊若讲无我可做，伊嘛好享受荣华富贵，毋免直接安尼安尼。安尼讲嘛是有道理啦。一边相识厝内底，倾同姓连，等着是三年。台北市连记交往到京城为官，人伫咧讲用兵切计个用在一时，希望借此机会，你我两个人生来嘛是有缘分，小酒有伴，搁在京城求取功名，要哪能你想怎样？我好啦好啦，路途遥远，时间无早，无我来去内底准备一个物件，等等嘞。准备好啦，大哥啊！啊，你真久无来阮家，互阮家的环境你也真是使。我知影啦，好这个人哦，头壳少好个，甲你讲。是啦，你亲像恁家同款，不分你我，最旺下流，人爱向上。借这个机会，你话烧烧一栋喜亭哦。好，今仔来去啊！